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接着要来看《般若经》的一段经文啊、哦。那里面有一段是经的文句，就是“色色自性空”哦，它什么意思呢？哦、我们来看这个梵语，它怎么来表达哦？好，谁要先来领读？换谁？好，来先念一下。麦克风。夏克拉阿哈，卡桑乌帕迪桑塔，泰库拉普特拉，法库拉杜希塔罗，瓦泰香巴迪萨特瓦。Yana Sampasditanam Kula Putranam Vakula Duhi Trinam Vana Patnya Paramita Pati Valmikam Upadeshyanti Deshyanti Deshyanti 对对贴变成是为字眼好好那这个是一个问句了问的人是谁？是 Chakra。Chakra 是乔斯家嘛？乔斯家、哦，就是那个第四啊、哦，第四啊、哦。那他问什么呢？他问正在宣说波罗蜜的那些善男子、善女人。正在宣说是哪一个词？正在宣说乌帕德香。就这个是现在分词嘛？对 ，deshan deshan taha 是吗 ？taha 对。OK， 这是复数组格。嗯。阳性复数复数组格啊、哦，那他修是诸善男子、善女人。OK， 就是。猪，这个库拉普特拉就是善男子嘛，对吗？哈、嗯哦，那他是什么格位？阳性复数主格。哦，就是他那个 visaka 掉了，对吗？对因为后面是有生字 visaka， 或是库拉杜希塔罗啊，这个字是什么字啊？杜希塔罗是，它的原型长什么 ？Duhitri。Duhitri 是吗？那它是什么姓啊？阴姓。这个吗 ？Duhitri 是吗？哈、嗯，是复数吗？阴性复数主格，复数主格是吗？哈、哦，阴性啊、哦，这个是阴性词。就是善女人嘛，哈、哦，善女子、善女人是吗？哈、嗯哦、，Kula Putra Kula Duhi。Taro 哈 ，Duhi Dri 啊，所以正在宣说是 Upadishantas 是吗？哈，正宣说什么？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个句子有吗？没有。没有哈，它是根据文脉的嘛？对哈。正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的诸善男子，或是吗？哇是吗？对，或善女
人怎么样？或那些，还有或是吗？对，又接一个后面的。或那些，或如何将对那些没有或了嘛？哈，就是说法是善男子、善女人嘛，对不对？嗯、那听对象是谁 ？Bodhisattva 是吗 ？Bodhisattva Yana 是吗？对 ，Samprasthitanam 啊、嗯。住 Samprasthitanam 是什么意思？向于菩萨圣的是吗？哦、他是什么格位啊？他是阳性复数属格。阳性复数属格、嗯，表这一个教导的对象，对吗？嗯。如何对象这一个菩萨乘者是吗？以向菩萨身，他是 PPP。什么？哪里 PPP？ Samprasthita。那对，他是哪什么动作？去向是吗？去向，哎，对，去向嘛，哈，去向菩萨圣诸的诸去向菩萨圣者是吗？哈，对他们嘛，哈、嗯，对他们那还有的。对诸趣向菩萨圣者善男子善女之善男子，哦，哇，或是吗？哈、哦，嗯，善女人，然后呢？对这些人，嗯，不宣说，不宣说是吗？嗯，那嘛，哈、哦，那乌帕得。Kshanti 是吗？对 ，Kshanti。这个是什么样的动词、啊？未来式。未来式吗？嗯。好。将不宣说，我们先比较字面的来翻了哈。这边如何摆这边嘛？哈。嗯。将不宣说什么？将不宣说相似的般若波罗蜜多。相似般若波罗蜜多是吗？嗯、就是巴拉基尼亚巴拉蜜达 ，pratyavanikam 是吗？哈。对。好。但是它主语应该是 pratyavanikam 吧，啊、哦，波若波罗蜜多的 pratyavanikam， 这个是什么格位、啊？阴性单数主格啊，业格，业格，是主格业格，要教导人。的东西应该是动作的受持嘛，对吗？对教导这个嘛，哈、嗯，受持嘛，哈、嗯，阴性、嗯，单数是吗？单数，业格教导的东西，哈、嗯，教导的对象是。这一些对吗？哈、嗯，具象菩萨圣之善男子、善女人，对吗？哈，对，之不宣说
般若波罗蜜是吗？哈，嗯，知什么？相似，相似教法是吗？对吗？哈，不会对他们讲相般若波罗蜜之相似教法，对吗？或者是，哎，我们般若波罗蜜的类似的东西了，对吗？哈，要教就教般若波罗蜜，不要教相似的。般若波罗蜜的相似之法嘛，对嘛，哈，的相似教法。欸，我们的，哦，我们用仿制品啊，是吗？对，仿冒品嘛，对嘛，般若波罗蜜的仿冒品，嗯，仿般若波罗蜜的，嗯，仿冒品。我们查一下这个字典，它怎么讲啊 ？Prativanika， 相似是吗？它是一个名词还是形容词？形容词。它是形容词是吗？嗯。等一下哈 ，Vanika。相似的了，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它摆后面的，没有。好，那这个是它 OK 啊，就是形容的东西摆在复合词的后半部，对吗？哈，哦，有没有这个例这种复合词啊？有吗？形容的仿冒的般若波罗蜜，这种复合词是什么复合词来？原位法持业式啊，哦，持业式啊，哦，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啊，哦，看一下。应该是100多页那边，对不对？啊，持业式，对不对？持业式，持业式在第几？啊，限定卡玛达尔达尔呀，啊，卡玛达尔呀。有没有是两？哎，后面是形容词的，好像没有，对不对？表譬喻的，表譬喻的，就是两个名词的话，譬喻是在后面，对吗？哈，人如虎嘛。对吗？哈，但是它有这个名词加形容词的，对吗？啊，黑如云，相似如般若。哎，你不是说它是形容词吗？这个后面是形容词的吗？它是名词加形容词的，不是吗？你刚才不是这样讲，所以它是名词加形容词的嘛？哈，没有，它有两种，还有名词加形容词的，有没有？这边加啊，不是，可以吗？啊，
相似、哦、如般若波罗蜜，对吗、哦、相似相似的、哦、如波罗如相相似如般若波罗蜜，反正就是相似般若波罗蜜，我们就这样理解了、哦、好，那反正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一个仿冒的了、哦、那形容词它也很多，形容词都转成名词了，对吗、哦、Buddha 本来是一个 PPP 的觉悟的嘛、哦、觉悟的人，对吗、哦、仿冒的东西可以吗、哦、这边可能它可能转成名词了、哦、转成名词当受词用，对不对、哦、合理了、哦、懂意思吗、哦、好，般若波罗蜜的相似叫法，或者是相似的般若波罗蜜、哦，就不要教那种相似，要教就是教正确的了、哦哦、那这一段可能有可能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敏感是吗 sensitive 有些人会觉得不开心、哦、会不会啊，你们读完之后会有些人觉得不开心不会了、哦、大家都很开心好，来再来，世尊怎么说？好，中俊法师、哦、来。巴嘎湾阿哈伊哈库西尔库西考西卡啊考西卡库拉普德拉瓦库拉杜希托塔罗塔罗瓦提三巴嘎湾巴嘎湾是啊波迪萨达瓦亚南萨玛布拉斯蒂斯蒂丹斯蒂塔南啊斯蒂塔纳库拉布塔兰库拉杜希特兰曼瓦布拉吉尼亚布拉米达乌帕迪卡西亚提伊希塔湾库拉普塔拉布拉吉尼亚布拉米达巴湾亚玛努鲁班安尼亚阿安尼塔安尼提亚图马德里卡德拉卡西德拉克西啊德拉卡西，好辛苦辛苦来。好，就是这个世尊嘛，哈、哦，巴嘎湾阿含，哦，前面是乔斯家嘛，哈、嗯，乔是哪个乔？乔是，乔是。乔是吗？嗯，乔是家女。乔是吗？嗯。这个。嗯。对。是。这个是吗？是云啊、哦，问月了哈、哦嗯，应该是问世尊嘛哈、哦。嗯，跳世尊。问月。问月，世尊又回答。哦、世尊答曰，对不对？哈、哦嗯，世尊答曰。世尊答曰。巴嘎湾哈。巴嘎湾啊。世尊答曰啊，他世尊怎么说呢？世尊说：“此中，乔斯家上男子，考西卡嘛，哈、嗯，这个是胡格是吗？是啊，阳、哦、性。乔斯家啊，是吗？哈、哦，乔斯家，然后呢？善男子、善女人是吗？”是善男子或善女人，
善男子或善女人，然后呢？将对以七相以菩萨称的善男子，将对以七相，以七相是吗？以七相菩萨称的，以七相菩萨称的善男子、善女人，诸对吗？复数，诸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或对吗？哈，嗯，或善女人，善女人，善女人怎么样？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吗？啊，怎么样？嗯，然后就是，他就是一个印号，是吗？哈，世尊就说：“你过来呀。”好，不是世尊说了，就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将。对这些人说般若波罗蜜多是这善男子善女人要讲的话，可以吗？可以了哈。懂意思吗？世尊说他们应该要这样讲。前面说这些人怎么教才不会教到仿冒品嘛？世尊说他们要这样说。是吗？哦，他们这样说，说什么？他这样说，说他，是他说什么呢？啊，不，你正修行的般若波罗蜜的多的你，哎，从。他说到什么地方啊？哦，他有一底在后面嘛？他说到哪里？说到一到下面是到一起他弯，一底到这边是吗？哎，没有，不是一起。伊希是什么意思？伊希是他有过来的来的意思。哦，来啊，哦，来啊，来啊，哦，来啊，哦，你是吗？对，你，你来啊，哦，你过来，你过来是吗？你要打他，老师跟他，你过来，你来，你来，你过来啊！哦，然后呢？是指你就说善男子啊，你过来，善男子啊，哦！所以他是对善男子讲是吗？是，好像是这样。善男子是不是指的是乔世家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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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多的。没有，他现在应该是因为你，他说这个善男子善女要对菩萨这么说嘛，对吗？哈，嗯，将对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那，嗯，宣说后的内容在后面嘛，对吗？应该有一个宣说的内容，就是你过来啊，善男子，你过来啊，善男子啊。库拉普特拉嘛，哦，然后呢？正修行以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是正修行是吗？哈，正修行般若是吗？嗯，波罗蜜多。
的什么？的，它这里还有一个你，应该是指什么东西？波罗波罗蜜多的上。的人嘛，哈、哦嗯哦，然后呢？那不从无常见色，不从无常见色啊、哦。Anidya to 是吗？嗯，是。见是哪一个字、啊？见是 drakshi 是吗、嗯？是。这是什么字？它是不定过去时，它的字根是 drish。不定过去 时是吗、嗯、？drish 是吗？嗯 ，drish。是吗？哈，是。哎、欸，因为它前面好像有一个，如果是不定过去时，它前面还有一个增音是啊，有一个啊嘛，哈、嗯，增音，那它跑，它怎么没有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妈，它遇到前面的、哦、有个妈，哈、嗯哦，在哪里了？来跟我们讲一下，真的吗？院长提示的，有、哦、在哪一条？跟我们讲，我们来看一下了，哈、哦。莫莉威廉有写什么妈是吗？啊、哦，也会死角的。他在哪里写呢？下面啊、哦，这边啊、这边嘛，哈、哦，它就是否定词嘛，对不对？哈、哦，然后呢，就相当于这是希腊的这一个字了，哈、哦。Join with subjunctive the augmentless form of a past tense。哦，这个是什么样的动词、啊？好、哦、，especially the aorist 对吗？哈、哦嗯、，past tense 就是特别是这个不定过去时，对不对？哈、哦，那这个 augmentless 就是那一个增音会不见了。对嘛，哈，听得懂吗？本来这一个不定过去时，它前面会有一个啊增音，哦，而这一个未完成时 imperfect 也有，对吗，哈？但是它如果前面加个妈呢，哈，它那个增音会不见，哦，这个这一句话要讲是这一个意思，哦，可以吗？好，那不定过去时在哪里啊？第几页？150是吗？这边嘛，哈。那它是第几种的？它是不规则还是、嗯？它是不规则的，156。不定过去时在。从哪里开始？他155是吗？嗯，155、哦。我们看一下。473条。473条，这边开始嘛，哈、嗯哦、，aorist 不定过去时啊、哦，它会有个增音，对不对？啊，在前面啊、哦嗯。那我们结尾是 is 嘛，哈、哦，那它是。它有好几类是吗？嗯，它有481条。
S 类第四类嘛，对吗？哈 ，C 对吗？哈，那他是第几人称？第二人称。单数第二人称，所以他是单数第二人称，对不对？哈、哦。来，麦克风，四八二是吗？这边好像有写着不规则，就是它有六条嘛，482里面有六项嘛，第五项这边有一个 grace。那再讲一遍，就是在158页的482条不规则。好，然后第五项他讲 dress 这个键啊，对，然后他下面有一个表，是不是类似？只是他那个字不是用 dress 啊，对啊，就是啊、哦，第二那个啊，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不规则的，是吗？哈、哦，不规则里面有键这一个字，对吗？哈、哦。好，所以应该是要去，这个用482这一条是吗？哈、哦，它好像有类似的字，就是在下面那个表是吗，院长？就是用 Adaxis 这个，可是它这个是用 DAK Dax 是吗？这个它是用哪一个字啊 ？Dax 是吗？是吗？哈、哦，好像是、啊、嗯 ，Dax。应该是嘛，哈。好，它是第四，哎，它是属于不规则第四类当中不规则是吗？对吗，哈？是。反正就是482条的第五，对吗，哈？词根会 ready， 对吗，哈？我们的词根有 ready 吗？变 dra 嘛，哈，它本来应该是 dar 对吗？它变成 dra。哎，看一下，drish， 我们看一下 drish 这个字。这个字嘛，我看它有，它这边有 aorist 的范例嘛，有是吗？哈，对吗？哈，有我们要的吗？都没有。那 Whitney 的。我们看一下 Whitney 有没有 Drish 对吗？哈 ，Aorist 有没有 Dra 这个型啊？哎呦 ，Adra 对吗？哈 ，Adrakshit 这个是第三人称对吗？哈，第三人称的。单数对吗？哈 ，Adrakshit 对吗？哈，所以是 Drish 是没有错的了，哈，可以了，哈，但是它应该是第二人称，对不对？第二人称单数对吗？哈，对，好，所以你过来，哈，善男子啊，哈，等你啊，这应该是。不从无常见色，对不对？这个主持是你嘛，哈、嗯，正在修行的你，不要从无常见色，对吗？哈，所以有人就不高兴了，是吗？也不从无常见色，那要怎么？啊，导师有说，他说这个是这个声闻跟大圣彼此这一种，在这个教学上。
就是彼此的这一种哦，不太怎么说啊，哦哦，导师说这个是佛教界的悲啊，哦，相似。我们看一下导师怎么说了啊，哦，导师好像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哦，相似般若。相似般若，因为从无常观世都是就是阿含经教的嘛，对嘛哈，那般若经说不要用无常来观啊，那怎么回事呢？好，嗯，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了九十二页啊，哦，因为我们先看为什么不这么说啊，哦，看一下看得到吗？看得到是吗？啊，哦，说初级大圣，是依什么？是依圣意是吗？我们用这一个西贝塔来看哈，刚刚导师的这个文啊，你没有人看的不高兴，都很高兴他说这是佛教界的不幸啊，就是大小圣彼此说对方的教导有问题，相似就是错误的嘛，对嘛，哦，好，我们看导师这边怎么说，就是说佛法是源从现实的这一个这个根对境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谈，对不对？哦，对吗？哦，佛法从现实的身心中，哦，知迷悟染净必然的必然而通遍的法，观一切无常苦我而契入，对不对？哦，那初期大圣呢却以为这些是世俗地说，因为它确实是属于世俗的一个层面，啊，对吗？哦，有生有灭嘛，可以吗？哦，是在世俗的，因为圣意是不生不灭的，对不对？圣意以外当然都是属世俗的嘛，哦，你说这些都是在描述世俗的一些，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够究竟，你要讲不生不灭，对吗？哦，所以要依圣意地说，哦，圣意地说就是要不生不灭，怎么会无常？懂意思了，哦，明白吗？无常表示这个说法还不够彻底，哦，然后 OK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所以说五蕴无常若如是求是为行般若波罗蜜，是要被斥为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哦，因为若依圣意他不会说一切法无常，对吗？不从无常的角度，是从圣意就是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体悟的嘛，对吗？哦，好，我们等一下，相似般若，哦，哦，有很多呢，哦，哇，我们看稍微筛检一下了，哦，对，
你看导师的就好，啊，导师有这几本书里面有谈到啊。好，那般若经应该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所以大乘法是依据一切法不生的见地，对吗？本不生嘛，他是从生义的立场嘛，他说净说色是无常，是相是般若波罗蜜，那应该这样讲是相是，那应该怎么说？不坏色故观色无常，还是要观色无常，是不坏色来观色无常，对吗？不坏就是没有变异的，不坏色等观无常，就是不生不灭才是无常意，不生不灭怎么是无常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说了，不生不灭怎么会是无常？不生不灭怎么样去体悟？大家知道吗？不知道。生灭即不生灭，是吗？对吗？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世间，就是带着这个情执的一种认识，懂意思吗？当没有这些执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什么？看到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你会看到什么？是不生灭的一种体验，听得懂吗？你去看，你们回去看慧学概说的佛教的涅槃观，或是解脱者的境界，那边有描述。你见诸法实相，你体验到你看到什么这样子，懂意思？它是一种超越的了，你不会看到有东西在那边生灭，听得懂吗？体悟诸法实相已经没有能所了嘛，超越能所，所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懂意思了，所以这个无常的一个所谓的不生不灭是无常，就是无常的生义了，你现在看是生灭无常，对不对？那这个是你带着执还有执着的一个情况，在凡夫的状态了。其实你这个你圣者体悟诸法实相，出了这样的一个止观的境界，你这个世间见山还是山呢，懂意思吗？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一个凡夫还没有正圣这个圣境的人，你现在看到就是你还有这些我执，一旦你没有我执，你体验到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心的世界了，那这个是无常的生意，有没有？导师说不是这个涅槃是什么缘起的生意嘛？有没有有印象吗？涅槃怎么提升？就是从缘起当中去体悟嘛，对吗？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的这个即灭嘛，对吗？涅槃是缘起的生意，懂意思了哈、不生不灭是生灭的生意，听得懂吗？这个可能这个跟修行比较有关联，这跟写论文可能比较没办法，一般人在外面写这个人家看不懂，那这个但我们要去体悟这一些道理，懂意思了、到底经在讲什么，什么叫做不生不灭是无常意、那就是要去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嘛，对不对？空是什么？大家都不敢讲，是吗？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无自性嘛，一个是涅槃，对不对？都懂意思吗？也就是这些空
的涅槃意要透过空的无自性意去观照，才能够达到空的涅槃，对吗？哦，好，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生灭，其实是一，哦，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无常，哦，无生无灭就是生灭嘛，无常就是生灭，听得懂吗？哦，好，无常是念念生灭，涅槃是不生不灭，一般没以此而看作不相同的二法，哦，然佛法以无常故苦，哦，无常故苦，故无我我所，以无我我所而能契入涅槃，哦，无我我所是空义，龙树以空无我 无我所为中心，哦，无常故空，空又是无相涅槃，哦，你们大概不太 能理解了、哦，这个是修行的一个过程了，哦，我们可以掌握到就是无常故空无自性，都是生灭的嘛，哪有一个实体不变，对吗？哦，一旦你体悟到这个空的这个 无自性意，你就会契入到般若经所说的空的涅槃意，无相涅槃，哦，所以导师说空有这个虚妄不实，对吗？哦，没有实体嘛，对吗？哦，空又有空旷，修行在旷野空旷里面的修行就是一种极静的一个感受，对吗？哦，所以空又是涅也有涅槃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哦，所以空有双观，这以后你们在读般若经跟导师的书特别要去留意，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一起没有跟你讲很清楚，哦，为什么不讲清楚，讲清楚你就不会悟了，哦，你就太白话，有时候这个道理要让你自己去参透，哦，你才会有那一种这个过关，哦，呵呵，就去入那一种深意，那一种经历了，哦，跟你讲清楚你就觉得一文不值，真的说破了就一点价值都没，但是你自己去悟，哦，那这个才是你去感受到的，懂意思了，哦，好，嗯，欸，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哦，好，这边就是说就是，啊，这个还是 第三人称、啊，第二人称，哦，人称单数是吗？哦，的这个不定过去时，对吗？哦，不定过去时，第二人称单数，哦，那参考哪一条呢？来讲一下，四百多少？482.5是吗？是吗？哈，482.5，就是不从无常来，这个见识就是来观察色了，哦，可以吗？哦，那应该怎么说？要不坏色而观无常，哦，总之了，哈，哦，那一段话我们也会去看了，哦，就是我们到时候都会。把导师书中提到的这一些重要的文句我们都来看，哦，那这个我们对我们是很好的，修行上是很有帮助的了，哦，好，总之这边就是说不要从无常的角度来见色，哦，懂意思吗？哦，好，你不从无常见色
好，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还有嘛？哈，还有一小段啊。那为什么不从无常见色呢？啊，因为色色色自性空嘛，对吗？啊，懂意思了啊。好，那怎么理解？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啊。这一段有点不太好懂了。哦，它有一套一个逻辑的过程，一个理解的过程。哦，好，我们慢慢试着看我们能不能读懂它了。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下课。